全力的呛死。这球结果哇，今天的满垒打击率真的是100%，又要带有打点了。詹皇这个时候也摆脱寂寞之人的夜晚，一棒送回了两位跑者，扩大中信兄弟的领先为12-0。今天光满垒打回来的分数就已经够了。是，他也知道投手这时候不会再投太偏这种边边角角的球路，锁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曼荣，大家记得订阅我们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，还有锁定 Podcast 兄弟你来说哦。